菜哦，卖菜哦。哇，好好吃，好新鲜的菜哦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线上手语教室。我是龙老师连桥，我是听人老师魏老师。今天是今年的第一堂手语课，你们都等很久了，是不是呢？记得以后每个月都要来上课哦，让你的手语保持流利。魏老师，我们今天要教什么呢？我们今天要一起去买菜，去菜市场。哦，你喜欢逛菜市场吗？你有没有陪妈妈去逛菜市场买菜啊？当整个城市大家还在睡觉，菜市场就已经热闹非凡了，每个摊位啊都在吆喝，然后好多的婆婆妈妈都在讨价还价，哦，散发着无穷的活力呢。我们开始今天的手语词汇哦，请看第一个菜，菜就像这样子，胖胖的菜，菜，喂，菜，嗯，吃菜，吃菜。下一个手语市场，第一个手语菜市场。就是钱进进出出，市场买卖，菜市场。第二个，这个是市场，好，台北市、高雄市的市，市场。OK， 下一个，逛，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对，逛。逛，轻轻的，很轻松的逛，逛。OK， 好，下一个手语，蛋，两个笔法，第一个往下一拨，对不对？我们敲敲蛋，往下打蛋，蛋，蛋。第二个手语，白色蛋。牙齿白，白蛋，这个就是蛋的样子，白色的蛋，蛋，好，两个。好，下一个手语，冲，冲的手语怎么比呢？吹，它一个管子长长的，哎，吹，冲，冲，对，冲，这个冲呢，可以跟什么一起吃？山猪肉还有香肠混在一起吃，好好吃，碰碰脸就是好好吃，好，好好吃，美味。葱，葱，下一个马铃薯，看到没有？怎么比呢？马蛋。对，马蛋，就是它很像鸡蛋，好，这个手语要小一点，不要太大，小一点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蛋，马铃薯 ，OK， 红萝卜，红，看看好不好？红萝卜，红萝卜，对。如果呢
是白色的呢是什么？白萝卜，很好，白萝卜，好，下一个洋葱，你看这一个洋葱啊，你们在切洋葱以后会怎么样？眼睛是不是很累？会哭？对，会流眼泪。洋葱，洋葱，很好。喜欢洋葱，吃这个可以什么？防癌，健康，每天吃可以防癌哦，增加寿命哦。对对对，下一个猪，两个笔法，第一个猪很爱睡觉，所以就是猪，猪喜欢睡觉，打呼，猪，猪。第二个，这个很像猪的嘴巴，哎，吃东西是不是这样，舌头这样子，哎，猪，猪，很好。下一个，牛，牛角。牛看得到吗？牛头上的角，牛角，牛，很好。还有哦，斗牛怎么比？噔噔噔噔噔噔噔，牛，然后拿那个布动一动，斗牛，很好。接下来虾子，三个笔法，第一个跳跳。跳，对，一个头，然后两只手，跳跳跳，跳跳跳，对，虾子会跳。有人的手语呢，还就这样跳回来，跳回来。接下来还有这个脚比较多只的啊，很多只脚的虾子，虾子。很好 ，OK， 下一个鱼，这很简单，鱼儿鱼儿水中游，鱼，你记得哦，要往前游哦，不可以倒退游哦，这样子就倒退了，往前游，鱼子，好，下一个鸡很简单，尖尖的嘴巴。鸡，鸡，第二个手语呢？鸡，鸡冠，鸡，以前的手语是鸡，红色的这个鸡冠有没有肉冠？鸡，鸡，今年是鸡年，对，鸡，好，下一个。水果，造字笔可以水果，水果。另外呢，直接比这个水果就可以了。水果，水果，你们喜欢水果哪一种呢？好，自己可以想一想练习哦。好，下一个，苹果。颜色是什么？你看这个图，是不是红色的？红苹果，红苹果。如果是绿，啊，有没有绿苹果？绿，哎，绿苹果。OK， 台湾种的苹果你要记得多买哦。好，台湾种的苹果比较小，国外的大颗，对不对？好，下一个凤梨，两个笔法，第一个凤梨，凤梨就是它的一尺一尺的凤梨，
第二个笔法，凤梨切，切凤梨。以前呢、啊，很穷嘛，没有钱，所以那个凤梨都是把那个很省着切一小块一小块的，切凤梨。凤梨，第一个凤梨，第二个切凤梨。好，下一个手语，照字笔，照字面，沙拉沙拉。第二个手语，这个是挤什么？挤那个美乃滋有没有？挤挤就是沙拉。第一个沙拉，第二个沙拉。手语有没有顺？有。好，下一个新鲜，新新鲜，新鲜，这个也就新旧的新。好，你们买东西买水果啦，要买新鲜的，不要买不新鲜的。新鲜，新鲜。好，接下来杀价哦，他最会了，连叫最会杀价，不管多少，不管是什么东西，衣服、水果，我一定都杀价。手语是杀价，先看哦，钱杀，钱杀，对，然后比快一点就杀价，你们要杀价找我来帮你杀价。以前我们去出外景想要买东西都是连桥帮我杀价，厉害哦，因为他厚脸皮。没，不是不是，因为婆婆妈妈也是会杀价啊，为什么不杀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下一个酸，哎，对，酸一定要记得表情，表情要酸，对，很好，酸，有也有用这样啊，拇指跟食指，酸也可以，酸也可以，好，两个都可以。好，下一个甜呢，两个笔法，第一个对，甜甜，第二个手语甜甜，嗯，很好。再来苦，握拳，拳心朝后，苦，表情要苦，看到没有？苦苦，这个苦啊，要记住拳心朝后面。如果是这个呢，住家，好，住，记得哦，所以要朝后面苦。我很苦，我不怕苦，我很能够吃苦耐劳。好，这个就是好捏你都不怕，吃苦耐劳，对，吃苦耐劳。要多练习手语，要吃苦耐劳的练习手语，以后才会成功。好，下一个辣，食指动一动，辣，辣，辣，我喜欢吃辣，我爸爸传给我的，常常菜啊煮得很辣，习惯了。就是辣，很辣，辣也可以保健哦，好玩的哈、哦，辣。下一个拥挤，人很多有没有？背靠着背，哦，挤来推过来推过去，挤。菜市场很挤，车子、公车上很挤，火车上很挤。好，对不对？手语拥挤 ，OK。下一个塑胶袋，两个笔法，第一个吹气，拿着袋子，吹气，拿着袋子。第二个手语软软的袋子，
软软就是塑胶的袋子，两个哈，第一个吹气的袋子，第二个软软的袋子。 OK， 下一个结束吗？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把刚刚教的手语词汇全部练习一次，不说话哦，我不说话。好，准备哦，要专心哦，开始。手语都会了吗？记起来了吗？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手语的化学变化。一个手语加另外一个手语合在一起就变成另外一个意思咯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，酱油，黑色道就是酱油，酱油。好，下一个酸道就是醋，醋。好，下一个黄色，黄色，哎，黄色，辣辣的。第二个家里，照字面也可以。再一次哦，第一个黄辣，那是因为眼睛看到咖喱都是黄色辣辣。第二个照字面，家里。好，接下来这个苦瓜，苦瓜，白菜，白色，白色的菜就是白菜，白菜。好 ，OK， 这个白菜哦。好，我问大家，如果紫色长长一条是什么？茄子，哈。紫色，对，长长的一条就是茄子，都是用眼睛看它的形状，然后颜色去比的。好 ，OK，
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现在要来绘画咯。好，我们开始哦。大家看我第一次我不说话哦，好，然后你们看懂有没有？看懂吗？有没有看懂？有一半，有没有？有，好，很好。那我们现在来练习一次哦，跟着字幕。好，我每个星期六早上会去菜市场买菜，你去菜市场会吗？会，我常常陪妈妈逛菜市场，帮她提菜。我常常骑机车钻来钻去，看摊位比较下水果便宜的是哪一个，我就买，然后放在机车上，带回去。菜市场人多很挤，我慢慢的走，买鱼蛋青菜买。我啊，很厉害的是什么？第一个，红萝卜；第二个，马铃薯；第三个，洋葱；第四个，鸡，丢进去煮，黄色辣辣的咖喱，好好吃，孩子很喜欢。你呢？猪肉酱油一起煮成卤肉，配着饭吃，是我的拿手菜。菜市场的鱼跟猪肉都很新鲜，
还可以杀价，我喜欢。菜市场逛菜市场，记得要带塑胶袋，装菜、装水果，可以环保哦，记得哦，环境保护很重要，对。OK， 你们都看懂吗？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猜谜咯，看我知道什么，赶快告诉我，举手哦，会不会按举手？好，要按举手或者是手举起来也可以。看老师比的，你喜欢吃这个吗？第一个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阿芝是不是螃蟹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金门的阿芝，我说去年啊，他来上课是第一名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们颁奖给他，得得得得，真的颁一只螃蟹给你。好，这个是螃蟹，手语的螃蟹，螃蟹。好，下一个，看老师，你喜欢吃这个吗？这个是什么？很简单呐、啊，对了对了对了，蛤蟆啦，对，蛤蜊，懂吗？就是一锅里面很多个啊，蛤蜊，蛤蜊贝壳，好，下一个，你喜欢吃这个吗？这个在做什么？煎什么？什么煎？生蚝哦，生蚝，生蚝是，生蚝是直接吃，有一点接近，有一点接近，哎，有有，是什么？好像会哦，蔡小花是不是？我们都听不到我们的声音，你们的麦克风，鹅啊，对不对？鹅啊，鹅啊煎，恭喜你答对了，再一次鹅啊，就是挖出来啊，挖出来，好，这个鹅啊，这个是鹅，它真的生蚝，鹅啊，好，鹅啊，好，一样哈，你喜欢吃这个吗？这个是什么？水果的一种啊？小黄瓜，小黄瓜，小黄瓜，再大片一点，再大片一点，柠檬，对对对，酸酸的柠檬，柠檬是这样啊，你看，切贴在脸上。第二个是榨汁。好，第一个柠檬，第二个柠檬。好，接下来你喜欢吃这个吗？长得像。这个提示有没有很清楚？这个再一次，这个手语哦很难。第一个就是鼻子啊，鼻子长得像鼻子。Lemu， 第二个是这样，把它夹开，夹开，然后是不是打开一人一半？好，莲雾或者是莲雾。好，下一个，你喜欢吃这个吗？什么东西？对对对，释迦是台东的，对不对？释迦，第一个，然后头上一包一包，第二个就是头上一包一包，
拿一大个头上一包一包。好，你喜欢吃这个吗？这个难一点点，厉害哦！哦，这个小花很会猜哦，莲藕对不对？好，再一次，一节一节一节，手语是莲藕。好，切开里面是不是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？手语莲藕，莲，很好很好，都猜对了。好，接下来你喜欢吃这个吗？这个是什么？有没有人猜？有没有人猜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这鸡还是鸭？鸡还是鸭？老师好辛苦哦，鸡，炸鸡，炸鸡要炸。鸡翅，鸡翅，鸡翅，好，鸡翅，很好，好，老师都流汗了。最后一题哦，最后一题哦，你喜欢吃这个吗？什么东西？这个是什么？野猪吗？野，这个。很像哎、欸，这个老师说好热，猪脚，猪脚，猪脚，很像啊，这很像猪蹄呀、啊，有没有？这一个，啊，你们猜不出来，老师生气了。好 ，OK， 猪脚，好，今天呢、啊、教。30分钟很快就过去了，我们的菜也都买够啦，大家可以拿回家去煮饭了。对，我们线上手语教室是从生活当中出发的题材，希望大家也可以从生活当中去学手语，还有用手语聊天。连桥老师我一定会使出18般武艺，教大家学手语。魏老师会好好的规划教课的内容，还有帮乔老师翻译解说。是，谢谢各位来上课的同学，也谢谢幕后团队，谢谢。线上手语教室，我们下次再见。你可以去煮饭咯，下一次要准时来哦。4月见啊！这个，赶快教一下。这个手语是什么？手语是什么？将一直一直一直扣在一起，有没有？好像哦，手语真的是很有趣。你看一坨一坨的姜，这个要记得拿来抹头发，会长头发哦，你一定知道会长头发哦，回家煮饭咯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